日本各地的马拉松比赛受制于疫情，已改为线上举办模式。参赛者在自己方便的时间段选择喜欢的线路，跑完 42.195 公里，用智能手机的卫星定位应用程序将奔跑数据发送给主办方，最终将获得完赛证书。据悉，将于11月举办的日本马拉松盛事富士山马拉松也改为线上举办。